好，在经过中午的一个短暂休息之后啊，现在下午的赛程，这一场比赛来看到啊，是这个接女子组第五量级的胜部冠军战，蔡晓云以及张佑文。蔡晓云在这70公斤量级的比赛啊，第一场是击败叶青化啊，第二场是击败刘宇璇。张佑文则是击败彭静怡。请第三场第一个进入到冠军决赛的胜负决赛的选手，请到第三场地准入。第一场地我们现在已经在进行胜负决赛。张佑文、蔡晓云哈，这两个北部都来自北部的选手，各高挑，还有很有动作哇！这只推到这只只能说张佑文不服输啦，这应该要倒了，哇！推到这样子，可见后腿肌要有力气。林敏不错，你敢给张佑文一个特写哦，漂亮的小女生，柔道摔得好。两个都是右边的高位的哈，但刚刚那个张小云的那个大蔡，对不起，刚刚蔡小云的那个大内根哈，看得出动作是比较熟练度比较好，扫脚，掉进顶角，我也送一个掉进顶角，很好，再一个掉进顶角，掉进顶角，我要接一下动作，甩呀，啊哈，有了。这个实力是有一点距离的，好，那没关系，张佑文是学了个经验，所以蔡晓云是拿到我们胜负的第一名，但是那个无情的裁判又把这个变成半胜，对，又把蔡晓云的一胜好化掉，化成半胜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机会再更欣赏更多的好看的技术，扫脚。这个抓握不紧哈，就一推就没了，感觉都没有了。一样哈，抠右边对右边互抠，打歪哥，哇，抓到这样，看他力气有多薄啊！哎呀，你怎么自己把袋子扯下来？哦，这个是有可能会，这个要判啊，判给习惯了。他以后就不敢这样子了，这不对，这可能就本能动作，想说衣服被扯掉了，然后我就重新绑一下，重绑来了，这个不行，送你一个石头，不行，一样互抠的哈，这个两个比动作了，掉进顶角都不错，都有一个掉进顶角搭配。再一个掉进顶角，哎呦，推啊，有啊，这个没有得分吗？有分啊，哦，有，好，有分啊，所以合为一胜，好，对，还是恭喜蔡晓云啊，姜是老的辣，高中啊，胜部的冠军呢，待会这个冠军还不一定啊，对，还要看这个败部打上来，刚刚第，待会这个张佑文还有挑战的机会，这就是刚刚那个大。为什么没有一蹦的那个在推倒？真的很好，哇！